死了，我同学吃的果冻可好吃了，我也要吃。你小子就是眼皮浅，姥姥给你做了三鲜草。你哪来的自信山草是你能做出来的？臭小子，姥姥今天就让你看看三鲜草是怎么做出来的。姥姥，这能做得出来吗？这你都不知道啊，我看你在城里算白呆了。加这个干嘛呀？这个你就不知道了吧，加了这个才会更口感呢。姥姥，你这做出来真好看，女孩子喜欢吃吗？哪个女孩子？带回来给姥姥看看。没有，我收拾完的呢。吃多了，姥姥的手艺怎么样啊？嗯啊，这也太好吃了吧！